熏的啊。辣香肠是边熏边晾干，它的烟味很淡很淡。这个辣香肠的话呢，在我们当地的话都是卖78块钱一斤的，家们啊，因为都是全部靠人工做的。来，今天我们秒一波活动好不好？日常价卖78，今天我给家人们秒不要78，我今天直接给大家秒68米，给你们包邮送到家，直接秒68包邮。但是如果大家不嫌弃花花的，然后喜欢花花的，你愿意支持我的，你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好不好？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，然后我今天我给这个辣香肠，我给大家上点体验价，秒68，我再给你们降10米，58米，我给你包邮啊。来，这个价格的话呢，我们只能上个50单，你们自己凭手速好不好？上个50单这个价格啊，58米给你们上个50单，大家想要的朋友自己凭手速去拍啊。来，上架，58一斤包邮，1号链接啊。就这款纯肉做的辣香肠，麻辣口味，辣是微辣啊，没有放任何淀粉，也没有放糖，没有放酒，都是纯肉做的，手工切手工挂的啊。就这款肠，喜欢自己去拍啊，微麻微辣的，买一斤的话在4到5节，因为我们要切蛋打包啊，然后在2根半左右。就这款，这个是我煮熟了的，来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微麻微辣，吃过加辣肠特别好吃，谢谢好评啊。今天拍的明天发货，所有产品都是明天发，就这样子的，微辣的，微麻微辣的啊。你们说笑什么呀？就这样子直接吃，来，喜欢自己买1号链接啊，没有了是吧？那就是没有了，没就是没有了，咱们啊，因为只上了50单啊。你们说，哎呀，来，我切开给你们看一下啊。这个辣香肠，先拿这个，因为它是纯肉做的，不管你切多薄片，它都不会碎，看没有？6分熟左右啊。嗯，就这样子，看没有？来，把它切了啊！切了的话，我们就炒了啊。怎么过来就没有了？没有了，家人们，因为刚刚上了50，他们拍完了就没有了，家人们啊，没有就是没有了啊。来，等会买过的朋友，不会做的朋友，我教大家怎么炒，好吧？把这个切片，这个是煮熟了的啊，煮熟之后可以切片吃啊，可以炒，就这样子的。一款纯肉做腊肠啊，没有了，对吧？还是没有抢到，有这么多位朋友没有买到呀？能不能再上一点？有多少人没有拍到呀？家们，这么多人没有买到呀？没有拍到的朋友扣波一，没有抢到的朋友扣波一。来，我看一下今天辣香肠的话，还能不能给你们再上一点点？再上一点是吧？这样子吧，好吧，来，刚刚辣香肠没有拍到的朋友，今天我们再加一点，再给大家上20单吧，好不好？再给你们上个20单，你们自己凭手速啊！再给你们上个20单，来上架。上星期这个不会很瘦，6分瘦左右啊，1号链接啊。后面来的朋友没有买到的朋友再上20单啦，去拍啊！1号链接，纯肉做的腊肠啊，微麻微辣，没有放任何淀粉，没有放任何面粉，没有放任何的那个糖啊，没有糖味，没有甜味啊，就这款纯肉的香肠。1号链接去拍，都是我们家自己做的啊，手工切手工挂的。竹笋没有了，竹笋秒完了，竹笋没有了啊！好了，我们炒了啊！一会儿我带你们看是怎么熏的，好吧？我先把腊肠炒了，然后我看你们，我教你们看是怎么熏的啊！哎呦，全部炒了啊！开不中了！买一斤有多少是吧？买一斤的话，我们这样子切断啊。买一斤的话，在4到5节左右，就这样子包装。还有最后3单没有了。4到5节就是1斤中很多的啊。买一斤的话可以吃好几餐去的。来，辣香肠在1号链接，还有最后的3单。最后三单啊，没拍到朋友去拍啊。上那笋子，笋子秒完了，家们，笋子今天已经秒完了，不能再秒笋子了啊。好了，炒腊肠，炒腊肠哟。超级香啊，1号链接去买。洗，这个是我直接煮熟的，这个我煮了10几分钟了，已经熟了，我可以这样子直接吃了啊。但是我想炒一下，炒的话它会更加下饭。走，是的啦，是的啦，是的啊。问
产品问题有希望没有回答到，你们可以联系客服啊。绳子没有了，阿慧没有了，绳子没有了啊。绳子不是我没有回答，飘屏太快了啊。孕妇可以吃吗？可以吃的，不管是老人家孕妇都是可以吃的啊。没有回答到，你多问一下好吧。你是问绳子什么问题？你再打一下。我绳子腊肠不会很辣，微辣的，微辣啊。腊肉还没有安排，腊肉还在屋里面，等我先把腊肠炒好的好吧，因为我们要一个个介绍吧好吧。绳子没有了，都说绳子秒完了，绳子是发四包呀，拍到的是发四包，因为没有了我就没有再介绍了，没有了啊。好了，我们炒腊肠了家人们啊，刚刚拍到笋子是发四包的，但是现在没有了啊。可以的，有如果说是联系问题的话，联系那个什么改地址，联系客服，查看物流信息，联系客服。所有产品今天买的都是全部是能发货的地区，都是明天发货啊，3到4天就可以收到货了，放心的家人们啊，放心的好吧。一样的啊，腊肉是自己包装，对，自己包装的啊，打真空包装发过来的。来，我们先炒腊肠啊，来，我们进入正题了，好吧，家人们啊，因为好多朋友不会炒腊肠，看我怎么炒这个腊肠的啊，腊肠要怎么炒好吃啊，我教你们怎么做。来，我教大家怎么炒这个腊香肠，怎么放一点点油啊，然后你可以放点你喜欢吃的配菜，好吧。油，我们把腊肠炒一炒，然后我们就放点配菜。我这个煮过了，对，我这个煮熟了，我这个煮了十几分钟可以直接吃了。腊肠的话买到家不一定要煮熟炒，你可以煮软切了就可以炒了啊，不一定要煮熟，这个是煮熟的，超级好吃，微辣的，没有甜味，很香的。油炒了不少，因为腊肠里面有油啊，油不少。来，为了香气倒入腊肠，把腊肠炒出油，我们就放入配菜啊。我们今天腊肠的配菜是辣椒，还得加急，明天发货。一样的，那个卖的是一样的吗？一样的，都是纯肉做的，你放心的。麻一斤的话在4到5节啊。辣椒，一起来。炒腊肠不要放盐，调料也可以不用放了啊。腊肠可以什么都不放了，喜欢吃什么配菜你们就放什么配菜炒哦。我们喜欢以辣炒辣，但是我们做这个腊肠的话真的不够辣，一点点辣而已啊，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不辣的，对于你们来讲是微辣的，这个肠对我们来说是微，对我们来说不辣了。可以了，出锅了家人们，出锅了啊，都要回家洗吗？要洗的。你们在我家买的腊肠买到家都有说明书教你们怎么炒，你们也不要担心不会做啊。看绳子没有了，一直问绳子，绳子没有了，绳子已经秒完了，已经秒了啊。来，有海的朋友说不知道我们乡下是怎么熏肉的，对不对，怎么熏这些腊肠的，我带你们到屋里面看一下好吧，把这个菜搬到屋里面去，等会爸妈回来让他先吃饭啊，拍了明天发货，谢谢。这个就是我的村庄呀，背景是不是真的呀？是真的，200多户人家的村庄啊。来，我带你们到屋里面去看一下我们这边是怎么熏肉的，好吧。笋丝可以放在一起吗？可以。腊肠不用炒都很好吃，对，这个就是我家，看到我家了没有家人们，这个就是我家的房子啊，熏了很多的肉啊，两个屋都熏肉的。来，拍了，谢谢，明天发啊，明天发货。
感谢关注啊，谢谢。走，我用铁锅啊，用什么锅？来，家人们就是这样子熏的哟。我们的辣味就是这样子熏的哦，家人们啊，就是这样子熏的，看没有？慢火烟熏的啊，超级好吃。刚刚大家在我直播间买的这个香肠的话呢，就是我身后这些啊，就是我身后的这些香肠，看到没有？都这样子熏干的，家人们啊，肉质超级好，它的辣都是微辣的啊，所以的话你们买到家一般朋友都是能吃的啊，就这样子的辣香肠，里面的肉质是土猪肉的前腿肉跟五花肉灌的，微麻微辣啊。来，这个辣香肠的话，刚刚有多少没有买到的呀？已经没有了，我知道已经没有了。然后有多少人没有拍到的这个辣香肠，想要的朋友啊，没有拍到的朋友，然后给我点个关注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家常年熏辣味的，然后你喜欢吃辣味的话，你可以给我点个关注，交个朋友，下次你买了好吃的话，到时候你还可以再来拍啊。来，这个辣香肠刚刚没有买到的朋友，来，咱们再给大家上一点好不好？让家人们尝一下啊，我们这种乡下的土猪辣香肠啊。来，我给你们看肉质好吧，看肉质，再给大家上个20单，来，辣香肠我再给你们上个20单，肉质你放心的，来上架，再上20单啊，我给你们看，这个是煮的啊，这个是煮过的，看没有，就这样子尝啊，微麻微辣，六分熟左右，油质超级好，这个辣香肠你买到家，如果说里面有淀粉有面粉的，直接给你赔钱啊。没拍到的自己去买吧，最后的20单，等会我给你们看腊肉好不好？先把这个腊肠还有20斤干腊肠给大家秒完了啊！1号链接，自己凭手速去拍，超级香的。然后买一斤的话，在4到5节，我们是打节节来打包的啊，4到5节是1斤重啊。现在不是冬天，我们这边不管什么天，这边温度比较低啊，一年四季都是可以熏腊肉的。我们家在抖音平台卖腊肉都卖了3年多了啊，但是我们在那个。在苗寨的话卖了10多年辣味了，来，这个辣香肠没有几单了，然后喜欢的朋友自己去买啊，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腊肉好吧，辣香肠没有几单了，3单还是4单，你们去拍啊，来，很多朋友问腊肉，想要腊肉的朋友扣一波要，来，想要腊肉的朋友扣一波要，我给你们秒一波腊肉啊，秒一波精品的三鲜五花肉，没有，看没有，这个腊肉的话好吃的，虽然说我们腊肉颜色会有点黑，因为我们腊肉是没有放任何的添加剂跟防腐剂的，都是靠木柴熏干的，慢慢熏干的啊，而且这个是我们乡下的村民自己粮食喂养了1年的土猪肉，就这样子，这个是精品五花肉啊，来，我切开给你们看一下干度品质，大家给大家介绍了，我给你们看干度，等会我马上给大家秒一波啊，来，我们切开给你们看一下，来，你再给我做，这个偏瘦的，这个是偏瘦的。我首先是给你们看干度好不好啊？再拿几个啊，看干度，这个是要薄点，看没有？它的肥肉是透亮的，它的瘦肉是通红的啊。因为这个是刚下炕的，油脂全部溶解了，全部是油油的，看没有？因为我们家腊肉从来没有放在冰冻过，我们在乡下也没有冰箱来冰冻啊。我们腊肉的话，熏干的话都是这样子挂在炕上，慢慢去保鲜，慢慢熏来保鲜的啊。所以油脂都超级好，来再切一个给你们看一下。来，2个一起。两个一起切啊！来，家人们不要急，不要急，这样子不好切。你们不要急，想要的朋友看好品质，好吧？我相信大家买这些食品，首先也是看品质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品质的话，因为产品的话呢，我们是吃在肚子里面的，我们是要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要负责的。买产品首先先看品质啊，先看品质来，看到没有？咸可以会有点咸，切片过水就不咸，因为腊肉全部是靠盐来腌制，没有放任何的添加剂啊。然后的话呢，你们买到家，不管是小孩子、老人家、孕妇都是可以放心的去吃的啊。这个五花肉的话，在乡下真的你不到70-80块钱一斤你是买不到的。我们在乡下的话都是卖78块钱一斤的啊，因为一头土猪肉的话300多斤重，像这样子层次感，这样子的五花肉熏干只有30多斤的啊，很掉秤。来，今天我们秒一波吧，好不好？秒一波啊，这肉很好，是不是啊？吃过我家腊肉的朋友觉得好吃的，然后公屏上帮打一波好吃啊！来秒一波，日常价卖78，今天我给家人们秒68米，给你们包邮。但是，
如果说大家点个关注的啊，因为点关注太重要了，咱们啊，如果说大家给我能给我点个关注的，来，今天五花肉我再给大家降一点，我给你们上个体验价，上个团购价好不好？我们直播间还有2700个朋友，咱们上一波团购价，团购价不要78，也不要68，58米给大家上个30单，好吧？秒个30单应该够了啊，来上个30单，你们自己凭手速啊，来准备手速，来上架，上1号连接去买啊。小黄车的1号连接，好吃是不是？谢谢好评啊，都是这样子的品质，放心的去买。1号连接这样子的品质，在1号连接啊，这个是刚下炕的，油脂超级好，但是这个肉的话你放久的话它会是白色的啊，因为是在下面有火，然后它新的它油脂全部溶解，它就是透亮的，但是这个肉的话你们收到货的时候，这个肉的话放的话它就会放变白了啊，放凉就会变白了，然后你们把它洗干净，然后你们放在锅里面，碰到热火碰到热锅的话它就是透亮的了啊，没有了是吧？那就是没有了，家人们，那就是没有了啊，那就是没有了，没有就是没有了，因为只上30单呀。这个带点小脆骨，对，带点小脆骨很好吃的。来，家人们，你们放心的，还有朋友说，我看到这个，我怕不每一条不是这个，我刚来就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家人们，那就是拍完了。你看小黄车不能拍，就是没有了啊。你看，每一条都是一样的好。这个腊肉的话，你们买到家品质达不到70-80块钱一斤的品质的。不是土猪肉的，我们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，看没有？就这样子的啊，继续再来一点呀，没有抢到，再上一点，紫水晶还没有买到对吧？没有拍到是吧，妹妹？我没有买到，好吧，家人们，好吧，好吧，来点个关注好不好？只要我们家有下炕肉的，只要你们想吃的，只要大家给我点个关注的，来再上点就再上一点，好吧？再上一点啊，买到家觉得好吃给我点个免费的好评啊，来咱们再安排20单，再给大家上个20单好吧，你们自己凭手速啊，一斤58体验价，来1号连接再上20单，刷新一下啊，刷新一下，我的声音不一样了，那个有点感冒了，声音有点哑了啊，希望我说话你们能够听得清楚啊，来1号连接再去拍，教教怎么吃，我会教你们怎么炒，不要担心啊，来你们自己去买啊，1号连接，家人们，超级好的啊！尝一下我们这种少数民族用传统配方烟熏出来的腊肉啊，尝一下这个口味。有很多朋友的话出门打工了，然后的话他们特别特别喜欢吃我家的腊肉，因为他们说想家了就吃我家腊肉，浓浓的家乡味道啊，还是小时候吃过那个味道。看一斤有多少是吧？一斤肉的话在1条肉的1/3啊，因为1条肉的话。